差78666，我们超级粉丝团的任务过得去啊！大家一个666就能参与了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。怎么回事呢，蓝莲汉？你75胜率上大师的时候，把把对面爆炸，哪一把不单杀？嗯，蓝莲汉，怎么回事呢？现在杀个人那么费劲吗？这把用你1000%的实力赢下这一场对局。虽然说打大树很难杀，但是问题不大。我前面打的时候，我打着上路啊，还真就没啥对手，说实话没啥对手，基本上我能把对面上路打炸，那这把肯定是赢了，铁赢，团战我们无敌。打大树带药瓶，蓝不够杀，一会儿啊你就能学到了这猴上路到底带啥出装了。我就这么告诉你，打猴打所有英雄全带多兰盾或者多兰剑，全带多兰盾多兰剑，不要带药水，所有英雄。这都打不死人，这是点烟套早了，有点，哎，操作呀，操作是真是操作的有点垃圾了，说实话。大树怎么的？我看这大树好像还要往里进似的呢。操作错了，确实操作错了。买个鞋上线吧。给我卡住，卡住，卡住，卡！漂亮。嗯，这也能扣着我。刮痧呀。
我，给我抬回来。OK。完了，大树卡兵线了。这我就没法帮你了啊。没事啊，他入侵你野区让你干死了呗。漂亮啊。就是这黄鸡把这潘森杀了，不应该。大树卡这被兵线可真恶心，我发现传送这技能确实是恶心。本来这大树血亏的一波，给他自己玩成了不亏。大树这个英雄啊，有多少伤害就是多少伤害，他的平 A 还没有你回血回的多，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用怕他给我们秒了或者是咋地，他指定是跟我们耗。不让我回家，不让我回家，我就吃口屎的，一会儿把你杀了，我告诉你啊！让你不让我回家，黄鸡咱就不杀了，不好杀。阿古尼塔亚西，阿古尼塔亚西。聚金了，谢谢纽文彭于晏。控一波兵线，感谢彭于晏，谢谢谢谢。巧了，我也姓彭。反甲了，哎，反甲挺恶心的，反甲可有点打不动了。不行，咱来把破败。这波回家，让他再打下收兵，舒服啊！
我太舒服了，要不然我来个破败。行，试试吧，这把试试，来个破败，打着大树，省着打不动。我操！对面中单有点狠。对面中单有点猛。我已经好久没出过这件装备了，因为基本上打不到六神装。玩个潘森，让个黄鸡给压了，这还，哎呀，他没闪，我们记着点啊，这波去中，而且他没大。这潘森怎么费劲来了呢？啊！我破败了，好快哦！这装备出的这么快吗？不是又给你们推回去了吧？那也是，怎么是猫拿的人头啊？嗯，我的天哪！又打破扣了，这大叔跟我打居然敢不出护甲，出魔抗，行，老铁。这有点疼了，你看出破败就是这一点不好，有点脆，薛微有点脆，去吃狗屎。这波如果想杀可以杀，他以为我回家了，但其实我们没回家，往上走来，等他把 Q 用了呢。击退再放闪应该追不上，算了，不闪现 Q 了。其实我感觉这还不如黑切，也打不动，主要是他耗你血，你知道吧，他是跟你耗。塔皮咱就不吃了，有可能他有船，我就算了。你感觉我干不过他，他敢跟我打我就吸血，我们就吸血。打死他！命真大，
太飞。他怎么没有大招啊？他没有大招，为啥削钢啊？这不应该呀，你这有点削钢了。救我！救我！啊！哈哈哈！鱿鱼把我杀了，五滴血，我操，四滴，好像三滴血，个位数吧。小心点，兄弟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该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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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真卡啦！加血，还削钢，杀！这鱿鱼伤害真有点高啊 ！Nice， 那里有眼儿，这里有个眼儿。把这跳弹留着，不着急让大树抠啊，耗点人，省得让他跑了，这波队友支援过来不好办了。要说实话啊，要老打这种小规模团战，这猴出破败其实行。要不是这种小规模团战出破败，有点弱。小龙兄弟们。再出死亡之舞，感觉有点贵，就直接解手得了。这个奥比亚马配这个小猫还可以。哎哎哎，掉线了，掉线了，下来了，哦，投降了。